几点了啊？不是，我都马上检票了，你怎么才来？买东西去了吗？买什么东西？这我的妈，拎这么多，你去进货啊？啊？我不是说让你别花钱了吗？这多麻烦呢。又不是给你买的。啊？那这都啥呀？给叔叔买的烟酒。烟酒？嗯。我爸也不喝酒啊。喝不喝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心意，懂不懂？啊，懂。那行，我先替他收了。啊，给阿姨的燕窝，给我妈的。嗯，真懂事啊，有心了。这还啊？奶奶的羊奶粉。我奶的。爷爷的茶叶。我爷的。啊！我的妈，这想着这么周到，全都有。不是，那我呢？你没有啊？我没有啊。啊，没有，你赶紧走吧，我要进去检票了。啊！回来。咋了？别带了。啥？鲜枸杞。什么？鲜枸杞。给我带枸杞啊！啊，这可以嚼着吃的，你看一袋一袋的，多方便。这我路上就吃枸杞啊！啊，先给你尝两个。我饿了吃枸杞啊！不是，就一把一把吃啊？你吃呗，人家一个一个的吃，你就是你一吃就得一大把。哎呦我，你这是老六，好像我赶紧走了。不是，这有点干巴呀，那渴着喝什么？那你走吧，那酒保茶也不给你了。啊、还有茶呀？嗯。什么茶？九宝茶。九宝、嗯、什么意思啊？九个宝呗，家里一个宝，十个宝呗。嗯，九宝一袋一袋的，多方便，你往杯子里一扔，放点开。里边有九个宝。嗯，加我十个宝。对。哎呦我的天，你这是。别急，我还给你带了这个。这又什么？人参蜜片。什么？人参蜜片呀。不是，你给我吃的。我这么年轻，你让我吃人参。你不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像猪叫声，人参你不用我多讲吧？不是，不是你干啥？你给我带这些，怎么都是补品啊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很虚吗？啊？你需要啊？我虚还是我需要？你虚才需要的，先吃一个。不是，哎，我上现在就开始吃啊？我还没上车呢。吃一个。不是啊。你给我吃车上吃这么多东西，我一下车哐哐哐流鼻血，啊！你懂什么？这长途跋涉的，那不要补充体力吗？好，有戏了，没啥事了吧？当然有啊！我得赶紧马上检票了，还有啥事赶紧说。回去到了记得给我打视频。打视频？嗯。打什么视频啊？那我又没去过东北，你又不带我去。我不得看看那边的蓝天白云吗？看我们那里的蓝天白云啊！啊，我们那天啊是比你这边蓝，云也比你这边白。那行，回去我给你看视频。所以我要看看嘛。好了，没啥事了吧？我这撤了啊。那美女是不是也比我们这儿漂亮？我们东北小姑娘，那肯定比你们这边的水灵多了，好看多了。但是跟你比还差一点。好了吧，我这赶紧走了。没事了吧？你也回吧。还有啊。你晚上睡觉前也要记得给我打视频。晚上睡觉前也要跟谈视频啊？嗯。怎么的？晚上你要看蓝天白云啊？晚上看不到蓝天白云，我不能看星星啊。看星星啊？嗯。怎么我们那边星星怎么跟你这边星星还不一样啊？我不管，我就要你睡前给我打视频，我就要看那时候的星星。必须得睡前。嗯。什么毛病这是？这讲究一个时间点的，你不懂。好了，行了，我知道了，记住了，那我走了啊。你回吧，给我呀、啊、人参蜜片呢、啊、给忘了，给我，我撤了啊。我这么多东西我怎么拿？就是、嗯、又咋了？你回去了记得好好吃饭、啊。